三爷，我敢说这个时候是你一辈子最着急的时候。您说他们家能同意吗？扔个纸钱试试。这怎么扔啊？花就成了，字儿就不成。干嘛字儿不成啊？走背字儿啊，人要走了背字儿，一辈子干什么都不成。我让人试试。臭鞋子，我老头子要喝你的鸡酒了。这个，六根金条，不是他，我这茶馆全卖了，又值不了这么多家当啊！杨掌柜的，这事咱们得商量商量，行不行？你看。我这大小子大栓子，也是您看着长大的，不是吗？本本分分一孩子呀，认妈坏毛病没有，是吧？这么跟您说得了，赶明儿我姥姥啊，她就接我这一摊儿。王掌柜的，您就别说了，啊，这姑娘是我的，啊，养这么大，落得跟一朵花似的，您说我容易吗？可您这是聘闺女啊，您这不是卖闺女啊。您说给姑娘找个合心意的人，她这也是姑娘一辈子的着落，不是？王掌柜的，我可跟您不一样啊。啊，您有俩儿子，我呢没儿子，我全凭着聘姑娘的钱养老呢。您看啊，您说要是这个啊，我们那大栓子给您做了女婿，就说啊，您说您有个好歹五的，他能不管您吗？不是，我们能不管您吗？您说咱们这么近住着，赶明要成了亲戚，是不是？互相照应着有多好啊！王掌柜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别跟这腻烦了啊，回去取六根条子，立马让你把二姑娘接走。没有啊，回去跟大川说去，别惦记着她了啊。哎呀，我说呀，咱们这二姑娘可是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，是不是？咱不能跟这儿这么论价呢。王掌柜的，您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咱们今天就打住。您这是回绝我？哎，我跟谁都是这话，不是单对您。哎呦，您看这台阶儿，哼，眼神好着呢。什么他妈家大人，哼，挺好一闺女，哼，糟蹋了，德行，没钱还想娶儿媳妇儿，哎，他还长了脾气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们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？啊！别人养姑娘啊是赔，我养姑娘得赚，我不能折本儿。哎，我不从你们身上赚钱，我从谁上捞啊？啊！刚才那块现大洋呢？你给我拿出来！你给我拿出来！我算看透了。你这还……哎，你瞅瞅没有？瞅瞅没有啊！闺女大了不能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，这仇跟你们家结上了。嗨，不怕噎着啊？瞧你点起子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他姓杨的不是人，拿自己个儿的姑娘当东西卖。这老家当的，全北京城难找出第二份来。爸，
那到底最后怎么着了？他们家要六根金条啊！哎，合着，啊，他还看不上咱们，哼，咱们还看不上他呢。六根金条，六根金条有什么呀？他闺女也就值六根金条啊。我们大栓子就是个金人，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足金。小子，你就恨你爸爸吧，啊！你爸爸不趁六根金条。儿子，哎，大蛇，这孩子他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你千万别找大舅妈，哥，你就一直在这闷坐着，你坐一个月也白搭呀！去去去去去去，烦着呢，甭理我。你就真甘心那二姑娘乌了哇乌了哇，坐花轿让人抬走啊？别说了，成不成啊？哥，我教你个法儿，你就带着二姑娘啊，远走高飞。藏个谁也找不着你的地方，到时候让那老财迷啊鸡飞蛋打去吧。你这叫什么狗屁法啊！我算是看透你呀，早晚得私奔了。我要是先私奔了，爸妈谁管呀？茶馆谁管啊？哥，我真佩服你，想得这么周到。不过我还是得劝劝你啊，这婚姻大事儿，他不能拖。行啊，我想拖吗？反正光愁愁不来二姑娘，你自己个儿看着办吧。哎，不许去，在家待着。哎，王大叔，你别拦着呀！今天开国民大会，不光是我们学生，还有工商各界，人可多了。就因为这个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刚才听喝茶的说了，段祺瑞把机关枪都架起来了，他你们要是去了，那不也得送死去？啊，都回屋里去，好吧？王大叔，这是前两天。日本人在天津大沽口拿炮轰咱们，炸死咱们多少人呢？这是欺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。您想想，要是有这么一帮人冲进您这茶馆，拿着棍子一通乱抡，您不也得跟他们打？我不跟他们打，我给他们塞钱，啊，请他们走人。您这个呀，属于典型的亡国奴行为，跟原来那清政府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中国人要是都像您这样啊？这八国联军还不得都进来八回了都？你把嘴给我闭上！没有你什么事？我抽你！我行了，学生们，大道理甭跟我讲，我什么都明白。啊，他我就知道一条，啊，人活着是最要紧的。你说人都死了，你爱国还管什么用啊？讲得好，好极了，这就是悟，悟到了，王掌柜。您成佛了，成佛，那佛就得做善事儿，就得爱国，爱国，那得人家叫你们爱哟。学生们，学生们，那你们现在是住在我这儿啊，我就得替你们操这份心，是吧？你说你们万一有个好歹舞的，他我怎么跟你们的父母说？没法说。王大叔，那我们都是大人了。同学们，走！他我拉得住他吗？啊！你行了，你就随他去吧。人家孩子全爱国了。啊，咱们也喝出一个去，得了。
你倒喝出去了，那怎么着？他我劝也劝了，说也说了，是吧？那我也想明白了，是吧？你就这世道，那都像我跟宋二爷这样的老实人，他也不成。你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。哎，我这右眼直跳。 不会出事儿吧？王成，王成，后院才叫。 啊！哎，赶紧都给封好了啊！你们几个人帮帮忙！爸，赶紧找个抹布把地上的土都擦干净了。爸，我一看见血，我就害怕。这什么时候的鬼点儿？哎，王掌柜，哎，地上血怎么回事？都是他呀！掌柜的。 掌柜的，那掌柜的让我来问问，咱们这鸡是炖着吃还是清蒸啊？您怎么又来了呀？您拿着滴了血，这鸡满世界走，弄得哪哪是都是血。他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蒸，清蒸，又急了。我老了，岁数大了，耳朵背了，听不真了。这是说什么？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把地上血擦干净喽。哎，王掌柜。哎，听说你后边住的都是学生啊？今天没上街吗？那大概齐都在家里头温习功课呢。你今天学校没上课，他都没出去啊。什么叫大概齐呀？去就是去了，没去就是没去。哎呦喂，你看我比不了二位爷啊！您二位是专拿人，他我是专开茶馆，他没有闲心管别人。行行行行行，啊，你们家老二呢？ 还能不上街？叫老二，啊，这我叫不来的，他不听我的，是来不了吧？你说这孩子，你说这怎么弄啊？这是，老二，干什么呀？我那正帮三爷那儿拔鸡毛呢，待会儿水凉了可拔不下来了啊！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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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 这二位爷要见见你，啊，你小子呀，比我有面子。这面子啊，您自己个儿留着吧，白给我都不要。嘿，您说这小子，嘿，啊，这我管得了吗？还这我管不了了，我长大了准是个万人嫌，那到处找骂的。别当着我们俩的面骂儿子成吗？行了，这是你家里事儿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后边看看。 要不不放心。哎呦，您甭看了，他住在我这都是靠得住的人，啊，我有那登记簿子，随时都报告警察格子呀。那要不我把那簿子拿来，您二位看看。我们不看簿子，就看人。那这恐怕是啊。这怎么了？不成啊？我他倒，这个打扰房客，那不合适不是吧？啊？我们办事只管合法不合法。 不管合适不合适，走开走开！不合适不合适，这都什么味儿啊？拿一边弄去。哎，臭了吧唧！那边，苏爷，那这屋看看。嗯，哎，那我们家的屋那是？我知道那是你们家屋。 你看，这么俩孩子住的屋。这是孩子他妈和我住的屋。我说二位，这1000块大洋都交了，怎么还跟我们二小子过不去呀？我们不找他，随便看看不成啊？哎，这那那啊！
这又不是万生园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您怎么胡比方啊？嗯，万生园里住的都是畜生是吧？咱们这住的都是人。我糊涂，分不清人和畜生。哎，这说话这行嘿，哎呦，行了，哎，学生那屋看看。哎哎哎，别晃了。班长，哎，你站着别动啊！这位先生有何贵干？此时闭门谢客，都在读书。行行行，说什么呢？媳妇儿，苏爷，没事。嗯，哎，那我说了嘛，这都在家里头呢。啊，温习功课呢。走，嗯，不送了啊。说他爸。哎，哎呦，这俩人一进来，吓得我这心呀砰砰直跳。谁不是啊？好在没让他们俩搜出来，那就是万幸。那你说一个大活人身上还带着伤，总不能让他躲在这菜窖里啊？这救人要紧，把他先抬咱屋里头来，喝出去了啊！你可真行！我什么不行啊？我这抬。啊。哥，俺俩不能老在屋里待着。爸，不在屋里待着，上街去，啊，让巡警把你狗日的抓走。哎，俺听说前门楼那嘎达窑子不错，俺俩去。那不能去，那是个无底洞，多少钱你能填满？我琢磨着还是去一个媳妇儿便宜，娶媳妇儿便宜。有的啊，嘿嘿。谁娶媳妇儿啊？啊，我们娶媳妇儿嘛。哦，你们娶媳妇儿啊？咋？不能？能，除了太监谁？啊，小白说错，连太监都娶媳妇儿了。这么说吧，除了那没钱娶的，都能娶，啊，钱多多娶，钱少少娶。哥俩来几个？唐先生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哎，这事儿就拜托你费心了。哎呦，这还用你们俩说呀？我早就惦记这事儿了。不过呢，我只能是搭个桥，给你们俩引荐一位高人。高人？啥高人嘛？哎呦，这高人可厉害啊！他专管媳妇儿。你们俩想要什么样的，他马上能找来。太好了，俺寻思俺们那事儿不好办呢。好办？你想啊，这是京城，藏龙卧虎的，什么难事办不了啊？不过呀，我可不能白帮你们搭这桥啊。没问题，唐先生，这事办成了，我们兄弟，请你下馆子。懂不懂事儿啊？啊，你请我下馆子就把我打发了？我是谁啊？干啥呀？还要钱啊？那多新鲜！这是京城，没钱寸步难行，懂不？听你的，听你的。行，我先抽根烟啊，定定神儿。咱马上走。
又上哪儿去了啊？我爸白天什么时候在家待过？成啊，就冲你这劲儿，你爸那点本事糟践不了。那你爹去哪嘎达了？俺们找他。给你爸捎句话，到裕泰茶馆找我来啊，有急事儿。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啊？给这二位爷买媳妇儿啊。嘿，这事儿我能办呢。你能办也得找你爸，这是铁轮不上你，这是规矩。那合着我有多大能耐，都得憋着。那除非你爸哪天死了。得，明儿啊，给他下点药。嘿，真他妈像他爸，办事干脆利索。掌柜的，二位爷，我给我听着啊，上面有命令，凡上级闹事的，照抓不误。各个医院药铺也打了招呼了，谁发现身上带伤的，一律报告，不得私自袒护，否则按同犯论。这我懂，同党。王掌柜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老爷把这房子租给学生啊？现如今这学生可不是什么老实家伙呀！哎呦，二位，来，爷爷，三爷，二位爷，请茶。这一年月呀，做官的没有，今天上任，明天卸任，对吧？做买卖的呢，他今儿个开张，兴许他明儿个就关张。这只有学生啊，拿钱按月能够交房租，没钱呢他就上不了大学。您看是这么笔账不是？还都叫你给砸磨透了。不瞒你说，现在来我们哥俩还欠着想呢。王掌柜的，您说我们哥俩容易吗？见天见拿人，为什么呀？不就为这点津贴吗？也仗着有错拿，没有错放嘛。反正是只要是拿得着人。就有今天，拿不着就没有。我说，王掌柜的这后边，咱们也得经常查看查看。二位，他我这是绝对没错，你知道吗？这有错拿的也得拿呀，要不然谁给今天呢？哎，既然王掌柜的不乐意咱们来这查看，王掌柜自然有他的主意，是不是王掌柜的？你看这个，他我是吧？哎，这么着，我出个不大高明的主意。咱们呢就来个包月，每月一号按阳历算。您把那点意思，把那点意思送到，您省事儿，我们也省事儿。哎呦，我说二位，就你们说的那点意思，那他是啊，他是多少呢？你看看，范掌柜的。您是聪明人呐，啊，还能把这点意思弄得不好意思啊？那是啊，是吗？那我是，呵，抢笑帽子呢，这是？你瞧着点。哎，二位爷，王掌柜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的个妈呀！差点没把我给逮到。你还能被吓死啊？你得活着呀，活着好多拐卖几个妇女啊！哎呀，瞧您说的，有卖的有买的，我当中间跑跑腿帮忙，这不能怨我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刘麻子，
我们哥俩从前清起就专办革命党，不带管你这些贩卖人口、拐带妇女的臭事儿。可有一样，别让我们哥俩碰见，碰见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还有，就你这种人，把你弄进去啊，我就给你锁那尿桶子上。哎呦，我说二位爷，我挣这点芝麻粒儿大的钱，他算个屁呀、啊！这，哎呦，是得把你锁尿桶上，要不然你说不了好的。不是，哦，得嘞，二位爷，今儿个我孝敬不了二位了，改天我一定拿出一份孝心来。等会儿，你今儿的有买卖，要不然兵荒马乱的你不会出来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跟你，咱这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你满嘴瞎话，跟我们哥俩不说实话，没你好处。哎，滚！哎，谢谢二位爷。哎呦，王掌柜，下月一号啊，按阳历算，别忘了。走。我就是忘了我爸爸姓什么，我也忘不了二位这回事。嘿，我说刘爷，茶喝够了吧？啊，该出去活动活动了。哎，忙您的去。啊，我还是等俩朋友。咱们今儿把话说开了，啊，从今往后，你不能再在这儿做你那些个买卖了，知道吗？现如今我这儿改了粮。住的都是文明人，哎，您再文明，您这也是公共场合，不上您这儿，我上哪儿啊？我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哟，唐先生，您瞧，这朋友来了，刘先生。哎呀，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啊，这位。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爷，刘先生，天底下呀就没他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二位贵姓？哦，我姓陈，他姓林。哦，陈大哥，林大哥，净扯！你可别管俺俩叫大哥，俺俩得管叫大爷。二位大哥，请。京城人客气得很。哎呀，不光客气，这办起事儿来爽快。我说二位，那今儿是怎么了呢？啊，平日家都是各干各的买卖，今儿怎么凑在一块儿啊，弄一个买卖了？嗨，王掌柜，您看，您这这会儿不是没什么人吗？嗯，我们借一官，下不为例。王掌柜，您糊涂啊！我们这买卖越多呀，往这拉的客人就越多，您赚的钱就越多。您说这多好的事儿啊！我宁肯不做这买卖。您看，一辈子没活明白，一辈子受穷啊！完了，哎，什么？啊？这买卖是我给你拉着的，是吧？对半分？不可能！那我。他哪出的？起码得这数。顶天了！你干不干呢？一言为定啊！得了吧。二位，哎，有什么话呀？就尽管的跟这刘先生说啊，他专管这类事儿啊。啊，对了，今儿个呀，这个外交次长啊，死乞白赖的非求着给他看风水，你得去啊，是吧？那我就没法陪你们了啊！你赶紧的，别耽误挣钱。嘿，你看看，哎，又是俩明白人。行，那就多上心啊，是吧？各位，那我就不陪了啊，慢用啊。
咱有本事，监里都是大官儿。那算什么呀？我刚打国务总理他们家吃完饭出来，咱不说瞎话啊。要赶上有皇上的年月，哎，进金銮殿就跟进这茶馆似的。哎呦呵，真抬举我。什么意思？那我这茶馆比金銮殿好吗？那我不就成皇上了？我是吧？这儿整着呢。那我去请大夫得了。不行，那不等于给宋恩的通风报信了吗？怎么着吧，找常四爷，请他在乡下找个大夫。那好。爸，还是你有主意。那么你们革命，我给你们擦屁股。哎，我说宋爷，怎么不走了？今儿咱俩这还没开张呢。怎么着，有主意了？刘麻子进茶馆一准是有买卖，他这钱可不是正道来的，咱们是公差罚他没错吧？对呀，咱这是秉公执法呀。对呀，公差嘛，秉公，罚的就是执法，秉公执法一点错没有。走。有了现大洋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真的？说瞎话是孙子。老二，你是？还是你说吗？你是？你说吗？哥，就说吧。那仨，你看啊，俺俩是两个人吧？对，俺俩是拜把子盟兄弟。哎，俩人穿着一条裤的交情，没人吃消俺俩的交情吧？哎，交情吧。没人耻笑，没人耻笑咱仨人的交情吧？仨人的交情，不是你们两个加上唐铁嘴儿，不是的，还有个女子，还一女的，往下说，俺俩三十多岁了，论交情过了命，你说谁也肯先成家？让那个朋友翻着白眼愣着，咱也不能把钱平分了，搁置为证，谁也不能那么做呀！不能那么做，十几年的兄弟，十几年了啊！明白，明白，明白了，这事难办呐、啊，不是，我是没办过。你瞧啊，就听说过小两口，哪有小三口的？不好办，不好办。你看你，我看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这就白瞎了吗？不能白瞎，俺兄弟俩当了十多年的光棍了，连半个媳妇都娶不上，啊啊！爸他妈！那快，这不能白瞎。我千方百计给二位找一媳妇儿，成吧？刘麻子，你带着他们两个，啊，赶紧的，走。我这出去。得嘞。哎，咱换一地方。掌柜岁数大了，脾气都变了。走走走走。掌柜的，就得对他们这样。我告诉你，你可真成。这要倒退十年，我就得揍他们一顿，你知道吧？到这儿了，倒霉大姑娘来了，真是的。我说三爷，行了，您也就是说说过过嘴瘾，
倒退十年，那倒退二十年，你也没这血性。甭说您没有，那我也没有。哟，二位又来了。嗯，掌柜的。刘麻子呢？刘麻子带着那俩小子出去了。走了。他们说什么来着？说。哎。那俩小子有几个糟钱儿，说是让刘麻子给他们找媳妇儿，你知道吗？怕我听见坏了他们的事儿，说是去别处商量去了。哎，刘麻子这回啊，少赚不了。走，二位慢走。就有多破费的，分你是得多少钱吗？那得看什么人呢。哎，女人也分三六九等，哎，所以价码不一样吗？我前阵子给人说了一个，哎，光喜包啊1000份，你们算一数，这1份3.5毛，10份3.5块，100份35块，这1000份就是350块钱大洋。外带着小香水一瓶，金刚钻大溜子4个，牛皮的这个高跟鞋60双，裘皮大氅9件，还有这，嗨，这说他干嘛呀？咱不跟那阔儿的比，啊，咱们图什么呀？咱们图的是能洗的、会涮的，啊，能干活少吃饭的，啊，对对啊，哎，不偷不摸不嚼舌根子，不给咱们戴绿帽子，对，还能生胖小子，嘿，家贫志高的大姑娘。哎呀妈，哎，你说那样的大姑娘得多少钱一个？这至少得300-400啊！娶媳妇花钱天经地义啊。再者说了，你们哥俩这可是合着伙的娶媳妇，多值啊！这个，嘿嘿嘿，这得说你是你们俩人一个新发明。得嘞。我说二位，我还得听你们一句实话，你们这手里头到底有多少银子？这钱不是问题，你那啥，你先把女子给找来，啊，这钱的事咱慢慢谈嘛。对啊，怕露白，咱换一地方，走。哎，到那儿去嘛。哎。换哪儿去啊？就这儿说吧。哎，二位爷，他们俩是好人，这不是找着我让我给说一媳妇儿。你跟别人说那些话干啥呀？俺俩不认识他俩。嗯，不认识好啊。啊，那今儿就让你认识认识吧。嘿，得了得了得了，这么着，我给二位。你给我闭嘴，闭嘴。强哥带着。哎。郭儿跟我们俩走。干啥跟你俩走？哼，我看出来了。逃兵是吧？有俩大洋，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？有钱就藏起来，没钱就当土匪是吧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就告诉我，就你俩这样的，我一个小你8个。掏出来看看，你这枪不是扔了就是卖了吧？啊？就你们俩这土鳖还想在北京城逞能啊？别动啊！二位爷，二位爷。他们有眼不识泰山，甭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蹲下，对，不是兄弟，何必呢？啊，有话好说。行啊，那就聊聊吧。是要命，还是要献大洋？就这样吧。那哪行啊？我们哥俩挣的钱也不容易啊。你说谁发饷就给谁打仗，打了多少仗了？就是一生啊！逃兵的罪过你也知道吧？知道，知道。咱谈谈，啊？谁让咱是兄弟呢？嗯，这还像句人话。大令来了，大令来了，他可是专抓逃兵的，抓着以后就地正法。坐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君子一言，大洋分我们一半，保你们俩没事。听听，行不行？听听。干什么的？
馆长，馆长，你看我这个，干什么呢？报告馆长，我们正在盘查逃兵。逃兵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啊？他，馆长，啊，带走，就地正法。我是流氓啊！走。我不是，我是刘麻子。我跟您说，我是刘麻子，四九城没人不认得我。你们大家伙给我做个证啊！这小子呀，一准是跟王成走了。小子，咱们要发财了。怎么个意思？那钱可不是花一个少一个吗？你还惦记着让他下崽啊？嗯，哎，你还真说着了。怎么下崽啊？明儿你就知道了。